第四十题，直爱平放相同的螺线形线圈在桌面上，并放甲乙丙三尺针，以持针在两线圈的正中间，如右图所示。请问按下开关通电时，下列何者正确？地址影响忽略不计。那么螺线管的通电之后产生的磁场，我们用我们螺线管的安培右手静者，左边的线圈我们图示像这样，所以由图我们可以知道，受到这边的线圈的磁场影响，乙呢会向右边东边偏转，甲也会向右边东边偏转，所以选项 A 呢是错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那个线圈一样。 那把它摆下来，但是它的电流方向不相同，所以受到这个线圈的影响，乙呢会向我们的西边，也就是左边偏。那丙也呢向我们的西边左边偏，所以呢选项猪呢也是错的，错的。那么我们的乙因为放在中间，所以这两个磁场大小一样，所以它们相互抵消，所以它们电流所产生的磁场最弱，它还会指向地球磁场，要它指示的北方，所以它并不会向东偏转，而它的磁场是最弱，因为它抵消变为零了。所以第四十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按下开关通电时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B，以磁针所在位置的磁场最弱。